由地下放支付来支付以外。游戏最后这个是，滚瓜烂熟，大家都知道。那我的痛快题就是，我说我爱的时候，他们会说安心，然后举手，然后你帮我选一位，就是你觉得他最大声，然后出手最快的，最爱你的好不好？那你要帮我看，哎，大家你想要集中在这吗？好，帮我大家集中一下哦。安心的眼睛没办法那么超广角，好不好？大家帮我集中一下，不要为难他。好，我的问题大家还记得吗？第一个问题就是，我们哪一无人山？24小时营业，隐秘性是什么？因为我们是无人商店，借由第三方支付，没有店员在内，所以购买任何东西都不用怕尴尬。还有呢，多元性，我们除了方便，还有隐私以外，最重要的是多元性啊！因为这样子，如果我们想买东西，就是里面一定要有，这样子对我们来说才够方便，对吧？那我们非常贴心的帮大家想好了。那接下来呢，我要来进行的私密问答，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哎，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好，安心，你来出题。对，因为我不一定知道你的题目跟答案，但有可能我有在关注你，所以有可能会知道答案。对，私密问题。问我的生日好了。好，他要问他的生日。太不好了。生日都不知道，他还是粉丝吗？不专业，好，好，我说安心，我爱安心，安心，没人知道，我爱安心，我爱安心，还是没选出来，我爱安心。台北来的吗？台北来的朋友，来帮我上台。你们知道啊？还是你们要回到吗？还是刚回到过？不用，好。就可以了。好，下一题。不用回答。啊，对。谢谢。不用了。六月一号。你知道为什么他觉得你不用回答吗？因为他刚刚你还没领奖品的时候，他跟我说他们两个不知道啊，他就知道你知道。好，来下一个题目。
最喜欢吃什么？猪脚跟咖啡。好，你们之前有帮安溪投票吗？有。哎，都没人讲话，怎么样？你们之前有帮安溪投票？有。是什么票选第一名？还是太多了？还是太多了？还是你有，你只有是很多样，好吗？你只要讲对一样就可以了。好，我爱，我爱安心。哎，好，那不知道我要问什么问题吗？就是他是哪一个票选活动的冠军？只要讲对其中一个就可以。之前的可以啊，你觉得可以就可以，这是你的实名问答。然后呢，只要就是答对，安心觉得你对，就是你。他真的是有得过，因为他得过太多第一名了。大家真的是只要有讲中其中一个就好，好不好？好，预备好了吗？预备，我爱安心。他是我们安心有参加过哪一个比赛，担任过第一名，相当多的比赛都有第一名。那你讲一个就好。你刚是不是偷看他的嘴型？没有。好，那你有没有帮他投票？有每天吗？全部票投给他。好。相当铁粉。好，安琪有没有什么话想跟大家说？我爱你们，谢谢。我爱安琪。大家还想要捕捉底下画面吗？我安琪今天穿着相当火辣，有备而来。刚刚的语气一开始的，我主持人先下台好了。我们一开始呢，语气比较早来，所以有捕捉到画面，可是安琪没有，所以让大家来捕捉一下画面。我们之后呢还有30家娘一无人商店会在高雄开幕，所以欢迎大家也可以来到我们30家无人商店开幕的现场，来跟我们一起同乐。相信呢，我们娘一所办的开幕活动绝对会让大家觉得收获满满，好不好？现在呢，应该还有一些茶店。如果比较累的话，记得要补充水分，茶点都有预备给大家。倒数1分钟哦，活动真的相当的快，那我们也相当，内容也相当的丰富，相信大家开心吗？开心吗？今晚的开心吗？开心。是要拍照，很好，我不要打扰你们，只剩下最后30秒钟的时间。我们鸟音的无人商店的全新开幕就是第一。非常荣幸可以见到大家，而且是因为鸟一无人商店，所以才可以邀请到我们雨欣以及安心来到现场担任营运店长，所以我们也非常感谢鸟一的这个开幕活动，帮我们准备了相当多的好礼以及非常丰富的活动内容，还请到非常超人气的主播来到现场，有我们的安心以及雨欣。那之后呢，未来30家的鸟一无人商店开幕，大家有相当期待吗？大家有相当期待吗？有吗？丰富的活动，以及呢，我们准备了那么多的礼物，都是由我们鸟一来提供的。我们最后呢，谢谢安心。